哎。哎。完了后步骤被打乱了。那没关系。没说完我。对呀，算了，他是韩国人，竟然我还会韩语，完还不让我说话，我说怎么弄，我只能说用嘴型还有血，嘴型跟他去说，啊，好费劲。你会说韩文，我也跳得舒服呀，杨朵。好，请队长抓紧时间再次轮换房间。我已经想去罗志祥的队了，可是韩刚对上的时候，我有一点，他会说韩语吗？有一点动摇。无法说话的韩刚队长，请你尽快回到起始位置。啊，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话了。你不能说话。好，队长选择应该已经全部完毕。我该说话了吧？필요해요。너필요해요。나한국어얘기할수있어。你不要抢我的手。飘呢？摸呢？잠시만요。不飘了啊，裁判。不漂亮啊，裁判。Sammy 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好难过，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结果可以啊，韩国이름이편했잖아왜이래나뽑으면된거냐진짜나필요해왜그래어떻게생각했네이스我们亲亲那个哟，我们뽀뽀했어요，뽀뽀뽀뽀했어요아뽀뽀요뽀뽀요아뽀뽀아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你喜欢那个，对对对，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也行啊，也行啊，耶，修罗 team， 修罗 team， 罗志祥又跟我做了一个动作，我不行。兄弟，男生男生跟那个的兄弟要有啊，所以我决定是罗志祥了。